to fulfill Abraham's covenant with God. We're going to live in the promised land with descendants as numerous as the stars. Thank you.
delivered us from slavery. We are free. You have come a long way. I know. But our journey is just beginning. We must trust in God. We must follow his path.大家好，欢迎收看诚心诚意，我是庄正诚。我们刚刚看的是电影《出埃及记天地王者》当中以色列人渡红海精彩的片段，来作为我们今天继续探索摩西渡海地点的开场白。这部电影《出埃及记天地王者》是在讲述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到法老种种的逼迫，后来在耶和华的应许之下，以色列人透过了摩西的带领离开了埃及，前往流奶与蜜之地的故事。故事是从摩西在埃及王宫当中的贵族生活，到他在旷野牧羊娶妻生子，却在旷野当中遇见了神，神要摩西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摩西回到王宫力劝法老还以色列人自由之身，不料却引来了杀身之祸。眼见法老不但没有解放以色列人的心意，反而更加的猖狂，摩西发动革命，期盼能够改变时局，神却阻止他用人的做法，而是要摩西静观神将要行的大事。于是神降下了让人畏惧的石灾，后来法老只好放以色列人离开。但是法老后来却率领了大量的追兵来赶杀以色列人，在前面有海后有追兵的情况之下，神透过摩西彰显神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跨入了红海，而埃及的追兵一个一个被海啸式的巨浪淹没的精彩的情节。这部电影在2014年在全球各地陆续放映以后，引来了一些讨论跟争议。有观众认为电影部分的情节跟圣经有出入，不过这部《出埃及记天地王者》终究只是以圣经故事为基础而改编的商业电影，所以它并不是以传福音为出发点的。因为好莱坞为了剧情的流畅，部分情节并没有符合圣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把精彩的影片最后停在了摩西登上了西乃山，这是有意涵的。因为我们上集节目当中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两种主要的说法，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过的并不是红海的苏伊士湾或者是阿卡巴湾，而是一片的芦苇丛，一片的沼泽地，就好像是巴拉湖、苦湖或者是孟沙拉湖那样的地方。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以色列人渡过的是红海的阿卡巴湾的牛尾巴海滩，或者是再往南边的沙姆沙伊赫尔。要判断以上两个地方哪一个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点，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出西乃山正确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摩西在打死埃及人逃到了米甸之后，他娶了一个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当他在这个死海以南的地区居住的时候，摩西看到了异象，神向他显现，并且吩咐他要将为奴的以色列人领回迦南地。摩西回到埃及担任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领袖的时候，正值以色列人受到最大的逼迫的时期。其实摩西是不太愿意负起这个重大责任的，但是跟他的哥哥亚伦以及以色列众长老会晤以后，摩西就去见法老，求法老批准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庆祝他们的节日。法老以这个会鼓励以色列人懒惰作为理由，拒绝了摩西的要求。法老拒绝摩西的要求以后，导致了一连串天然灾祸临到埃及人的身上，这也就是著名的埃及石灾。石灾到最后，连埃及人的头生的长子跟牲畜都被击杀了。法老不得已才同意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于是
以色列人展开了他们的出埃及之行，首先他们经过兰塞来到苏哥，但是神阻止他们取经地中海的北路，以色列人被引导到以坦旷野以后，安营在密夺跟海中间，靠近比哈西路之地，逃亡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埃及的战车随后就跟了上来，神就使埃及的军队被歼灭，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这也就是出埃及记第13章第14章主要故事的情节，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说明了。接下来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以后，准确的路线继续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尤其是西乃山准确的位置，争论更加的剧烈。或许你要问，学者们为什么要争论呢？而争论的重点又是什么呢？因为如果西乃山是位于阿拉伯半岛而不是西奈半岛的话，以色列人渡海的地点就应该是在红海的阿卡巴湾，而不是位于苏伊士湾北部的孟沙拉湖、巴拉湖或者是苦湖这个位置。所以为了要了解西乃山准确的位置，我们先要来讲西奈半岛的地理位置。西奈半岛的西南面是以苏伊士湾为界，东南面则是以阿卡巴湾为界。西奈半岛拥有好几个沙漠区，被山分隔。由于西乃半岛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前往的地区，因此圣经学者就把辨认西乃半岛在圣经的地名作为研究的重点。但是在辨认圣经特定地点的时候，学者们遇见了一些困难，因为圣经在以色列人停留过的地方都是根据以色列人在漂流的期间所命名的，而后来定居在那里的居民并没有使用圣经上的地理名称来继续称呼这些地方，因此导致了这些名字在地理学上面并没有被正式的记录下来，所以辨认西乃半岛在圣经地名是非常困难的研究工作，这也导致了各家各派的地图对于圣经上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理的位置有不同的标记。那么或许你又要问，为什么传统的说法就认为说西乃山就是穆沙山呢？大家请看这张地图，这张传统的西乃半岛的地图上面标志着西乃山就是在这个西乃半岛南部的穆沙山。我们知道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但是这个穆沙山被称为西乃山其实并没有圣经考古的依据，因为它并没有燃烧以后的山体，它的山脚下也没有可以供几十万人驻扎的空地，山腰上面也没有可以供以色列70位长老吃喝观看神的场地，至今在这里也没有挖掘出任何以色列人遗留的痕迹，因为考古学家们找到的痕迹都是公元四世纪以后基督教的遗迹。那么为什么这个穆沙山会被世人认为它就是圣经当中的西乃山呢？这是因为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登基作为西罗马帝国的国王以后，他励精图治，是罗马帝国历代帝王当中立主基督教成为罗马官方宗教信仰的君主。首先君士坦丁自己先皈依了基督教，在公元312年，君士坦丁说服了他的母亲海伦娜也来接受基督信仰，海伦娜后来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公元325年前往了巴勒斯坦地区，他在伯利恒发现了一个石窟，而且认定这里就是耶稣诞生的马槽之地。海伦娜决定要在当地建造一座纪念耶稣的主诞教堂。如今
这个地方是巴勒斯坦唯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历史古迹。虽然我们这一次以色列之行也在伯利恒做了考察，但是我并不认为这里就是耶稣诞生的地点。详细的资料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说明。海伦娜还前往了独楼地，也就是哥哥他，这里是耶稣经过比拉多审判以后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圣地。君士坦丁大帝得悉了以后，就在公元326年下令在这里建造了纪念耶稣受难以及升天的教堂。在海伦娜发现耶稣受难地点的同时，他又找到了三座十字架。为了验证这个十字架是耶稣受难刑具的真伪，当时候是依靠着显灵的神迹。传说正在这个时候，当地的主教送来了一个病危的老妇人，他们让老妇人的手触摸了十字架。当这个老妇人触摸第一座跟第二座的十字架的时候，老妇人的病情毫无反应。当这个老妇人触摸到第三座十字架的那一刻，她的病竟然豁然而愈。因此他们就认定了这座十字架就是当年耶稣的十字架。当然这种说法纯属传说，我个人不予置评。至于穆沙山为什么会被认为就是圣经当中的西乃山，则是海伦娜根据他所做的一个梦，他认定穆沙山就是西乃山，因此1000多年以来就成为了教会的传统，因此写入了史册跟圣经的地图当中，直到如今。因着西乃山的钦定，出埃及的路线也因此被固定下来。在我们这次的考察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光秃秃的西奈半岛的风光特色就是崎岖的山势跟干燥的沙漠。但是不要以为西奈半岛是个不能跨越、全然没有植物的沙漠地带，因为根据资料的记载，从当初以色列人出发的苏伊士湾地区到俄马哈西岸沿途一带，走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发现井或者是水泉，而地下水通常都很接近地面的沙土，在非常干涸的河道当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植物，而在那些长期有水的地方，诸如绿洲当中，植物的生长异常的茂盛。在石灰岩的山脉当中，部分的山脚也有小型的草原，为了牛羊提供了适当的畜牧的场所。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来到了西乃山。但是真实的西乃山，如果不是西乃半岛的穆沙山的话，那么它究竟是在哪里？因为圣经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25节提到，西乃山是在阿拉伯。因为这里提到，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加拉太书明确地指出，西乃山是在阿拉伯，而且在雅各的时代，人们又常常把夏甲儿子的后代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混为一谈，因此西乃山应该是在阿拉伯的地区。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大部分的圣经考古学家一致认为，真实的西乃山的地点应该是在现今的沙烏地阿拉伯境内，它是叫做律法山。那么3500年前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点到底是在西奈半岛东岸的哪一段呢？有学者认为，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点应该是在阿卡巴湾的牛尾巴海滩，或者是在往南边一点的沙姆沙伊赫这个地方。这条路线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张图，请看，以色列人从兰塞开始走，下到苏哥，然后往南到比哈西路，然后再往上到了以躺，然后再往下到了地朗海峡，从那里渡过阿卡巴湾到对岸。这一段的水底是很浅的，坡度也很浅，其间有些许隆起的陆地，但是湾底也是可以行走的，所以有学者认为，以色列人就是从地朗海峡渡过阿卡巴湾到对岸的。